那我们今天上半场就是属于比较静态的部分，那我们下半场可能会跳舞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就是下半场会比较是以乐团形式，然后我们今天也有就是邀请我们的就是乐手好友们这样子，那就会在下半场做比较节奏比较重一些，夏天就不停歇的一些歌曲这样，然后就希望大家如果说今天没有什么事，也可以听到下半场这样子 ，OK？ 好、yeah. ，我先举杯一下好了，大家好像快要睡着了。耶、yeah, ！祝大家暑假愉快，祝铁花村生日快乐。耶、yeah, ！好，啊对，啊，我还用那个保温杯装哦，因为我想说还是要留一点那个形象哦，因为我们那个外面对外的宣传呢、啊，我们写喜如富跟喇叭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很亲民、很随和，没有明星的姿态哦。可是他们有偶像包裹，好，所以我就在台上有时候还是要保持，因为我们私底下也不是长这样，就其实我们今天有特别啦，特别一点点而已啦。对啊，我今天还去买凉鞋呢。我们给他的那个凉新的凉鞋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我像是打赤脚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一次就是也比较特别，是我第一次尝试用就是电钢琴这样子，就是选了一些歌，然后这一首歌，他是一位歌手叫做陈冠茜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？那他的一首歌叫做《欲言又止》，然后如果待会撇音，我的钢琴不小心跑掉的时候。他练很久，大概练了十年了吧。这首歌，对，我来台东的时候就开始一直练钢琴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尝试，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想要麻烦别人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表演的时候不是他弹钢琴，就是我打鼓，或是他打鼓我唱歌，或是我弹吉他，或是他弹吉他，因为我们不想让那个。我们的钱被赚走，没有啦，不是，不是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就是反正就是，我们就是一直在尝试让彼此有一些新的碰撞，对，然后就会一直加入很多新的东西。那他这次自弹自唱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，还有他的凉鞋，不要疯的在我的凉鞋。好，那这首歌叫《欲言又止》。希望不会有 NG 的时候。整个城市。
上最后一班的列车，用最后一班的一生，深邃的这午夜时分，专心的想念，慢慢了解，在心里空缺的。可以啦，没有听到破绽吧？好，还有位置啊，还有位置，外面的可以进来挤一下，里面比较凉啊，有冷气。